你们想要听唱歌还是听我弄他？我看一切都蛮好。哎，我跟你讲，硬的硬。是我第一次，就是和别人合唱。然后这首歌其实对我很重要，因为这是我第一首写的叠字的歌，就是晚安晚安。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？就是因为我跟你说晚安，我不想只有我跟你说，就是你也要跟我说晚安才可以。我就觉得我爱你，就是那个重量好像没有比晚安重，因为你爱上一个人的时候，你就是很想要每天都跟他说晚安。所以恭喜你已经找到一个每天跟你说晚安的人。谢谢谢谢。你知道周星驰是我认识所有的男生里面男歌手讲话声音最好听的。谢谢哎、欸、谢谢。是最。你刚刚就我在后面，就是我很早就来，就在后面看他表演。然后你脱衣服的时候我一直我看现在可以脱吗？没不行不行不行。哎、欸、我们来。我不要唱歌。我不要。你们想要听唱歌还是听我弄他？哎，你们这什么？你的歌迷都叫什么？小星星。小星星，那你知道你跟星星有什么不一样吗？不知道，对不对？因为星星在天上，你在我心里。你不要这么尴尬。好，我们唱歌。你确定你不要脱？下一首歌叫《裸体的时候》。因为晚安完之后就要裸体啊，不然没啊，开玩笑的啦。你好嗨哦！我只是比较害羞型的，闷骚吧，不然你干嘛脱？脱我发现，然后其实蛮帅的。帅呀、啊！因为练的也蛮辛苦的，所以一切都蛮适合。哎、欸，我跟你讲，硬的硬。我刚好在后台学他跳舞。我可以看一下。头脑还不想停，我爱骑着脚踏车。我在那边认真伴舞。好，那你继续，你继续。OK， sorry sorry。整条是我都不会走，我不会放开你的手。原谅我还是不成熟，都把话留在我心中。太爱你才让你走，只怪我。太多我跳得怎么样？是夜晚太安静，而我又想到你。原谅我还是不成熟，都把话留在我心中。永丰探神放假日 ，Together a better life， 一起来翻转生活思维，让探神放假去。风格饮食，友善选品。永丰探神放假日，10月29号、30号，台北松山文创园区文化广场，邀请你 Together a better life。